这个是妈妈的唇膏，你涂了妈妈的唇膏，就算你们亲完嘴了。二师弟像我这样。大师兄，为什么涂完唇膏要这样呢？电视上说了，两个人亲完嘴就会在一起。又是你妈妈带你乱看电视啊？这个是妈妈的唇膏，你涂了妈妈的唇膏，就算你们亲完嘴了。